请县长致辞。这个暑假即将开始，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们有这个安全的、合法的一个场所，那能够在这个暑假过程中平平安安，然后呢，很这个学习很多的部分哦，来度过他的这个暑假。从今天哈开始就要开始，也请讲一下这个新生专案工作哈。那我们的重点工作就是防治少年接触新兴毒品啊，或者是成为毒品的被害人。另外，我们要避免儿少遭涉产业来利用，以及啊，在网络上有一些私密影像被拍摄及散布的一个情形。不能够让这个不良帮派来吸引我们来进入